各位老友啊，今天不来奥胖了，那、这一集不来奥胖了，我们来一场艾弗森对库里的比赛。那么艾弗森和库里呢，也是我做过很多期了单挑比赛。那么今天呢，这一期呢是 2K19 的官方啊，电脑对电脑，名人堂最高难度十分制。让我们看看，在 2K19 里面，艾弗森和库里到底谁厉害？他们认可谁最厉害？艾弗森是巅峰期的，库里是现役的。艾弗森断掉库里，率先得分。新人犯规。让艾弗森不是打控卫的，但是他的身高比现在这些控卫还要矮。哎呀，库里一投三分，我就知道要坏事了。坏了，坏了！库里现在领先两分了。这艾弗森迷看着这个手中捏了把汗啊，手中捏着汗，这可怎么办？艾弗森的手。哎呦，断掉！漂亮，艾弗森一直在断球。又差点断。哎呦，断了！漂亮！我靠，这就是艾弗森，看到了吧？这就是艾弗森。让现在这些这个球迷看看，90后球迷看看，什么叫当年什么叫一挑湖人啊？什么叫一挑湖人？我靠！看到了吧？这叫一挑，这个什么艾弗森一个人啊，他妈干他妈湖人，一个人他妈干湖人，当时的奥帕 OK 组合，一个1米8的球员干他们。我靠！库里三分进了，我操！这个孙子，这个三分啊，太阴险了，太阴险了！漂亮！这样，艾弗森的速度，艾弗森回来啦！7比7呀！艾弗森不能生扛，库里啊没有这个身高优势。哎，漂亮！漂亮漂亮漂亮！8比7呀！关键呀，关键时刻呀，绝对不能让库里投三分啊！绝对不能让库里投三分。哎，盖掉！哎，无语啦，真的很无语。好球，9比8，还有一分，艾弗森就可以赢得比赛。加油，AI！我操！
操！库里刚才投了个三分啊！阿德这个贱人，这个贱人，我靠！库里这个，我，哎呀！这个怎么办？这有点危险，不是有点危险？哎呀，完了！不能让他进，不能让他进，进了就赢了，不能让他进，不能让库里进啊！这什么情况？艾弗森犯规，有天理吗？艾弗森能犯规吗？艾弗森。对库里还需要犯规？我靠！不要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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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是 AI 的粉丝，不要进！